台电这呢，这阵少年人，人均无超过30岁，是咱台湾宜兰来的这个表演团体。伊过去伫台湾有得奖，哦，天下杂志真好来公告。啊，伊即阵来美国的表演呢，对旧金山开始，啊，啊，佫甚至讲代表宜兰。宜蘭市来拜访台中宜蘭市的蒋介石，那今天足欢喜，当年会请着因来甲人表演，这场保证你唔捌看过，唔捌听过，这场保证你看完了后，你会甲婆仔声吹落去，你都喊哭，安尼看无？来，咱即马好婆仔声欢迎，咱对宜蘭来同根。谢谢各位同济骨肉条，你这边打给公安打给哦。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宜兰台湾的同根生乐团。那虽然呢，这次呢，成功遭到同乡会的照顾，因为其实我们是来美国加州做巡回演出。第一站呢，我们到了旧金山，然后第二站到了我们宜兰市的姐妹市，在马德拉市。那这边洛杉矶呢是我们最后一站，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会长呢对我们的照顾。所以虽然我们呢是来自宜兰，跟彰化有一点遥远，但是大家知道来自台湾的文化呢其实都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精彩。在宜兰跟彰化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呢北管的音乐很兴盛。大家有知道北管的音乐吗？彰化的黎春园呢是台湾现在保存最古老的一个北管乐团。那我们呢，大家看到我们的乐团是用一个比较融合音乐的方式，有东西方的乐器，但是我们的音乐创作跟素材呢都是来自台湾的音乐文化。所以第一首要带来的乐曲呢就是改编这个北管音乐的素材，我们选了一个曲牌叫做闹三仙。那这个三仙呢就是我们这个传统道教信仰里面的福禄寿，是一个非常充满祝寿，然后也是非常富有祥和之气，然后也给大家一个满满祝福的乐曲。希望大家可以从里面呢听到来自台湾在地文化的生命力，可是也可以听到我们为他注入的当代的新的创作的活力。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带来这一首《闹三仙》，谢谢。蛋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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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月饼啦。摇摇的，你蛮新的，我蛮新的，you
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这次来加州巡回呢，其实主要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方式，把台湾的更多不同音乐文化，来自台湾在地的音乐特色呢，能够用一个新的方式、当代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刚才大家听到这个闹三弦呢，就是我们用美管音乐做的一个创作。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乐团，我们的乐团叫做同根生，英文是 A Root。为什么叫同根生呢？就是一方面代表我们来自的家乡，我们都是宜兰人。然后呢，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求学过后，都决定回到宜兰，回到台湾，在我们的家乡呢做音乐的推广以及教学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同根生的意义呢，就是说，虽然可以看到，虽然有不同的乐器，有东方的、西方的，但是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呢，大家都是可以共同交流的，就不会有那些不同的种族或者不同的标签去界定，本是同根生，相煎呢就不要急这样子。好，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来自宜兰的乐团，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带来一个呢是非常著名的宜兰民谣。讲到宜兰民谣，你们会想到什么乐曲呢？六六大风点，你们会唱吗？回家行到一路阿妈一路丢，爱用红糖来，红糖的水一路丢丢，糖啊一路阿妈一路丢啊一路丢落来。好，这个台湾歌谣很有趣，你们知道丢丢党的故事是什么吗？火车没错，早期呢，火车要从福隆到宜兰的时候，会经过一个草岭隧道，然后隧道里面的水呢，就会滴到那个火车上面，所以丢丢党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蹦康诶最一斗丢丢党啊一斗啊一斗滴落一斗滴落来”，他讲的是说我用声音去模拟那些水滴到金属叮啊咚啊叮啊咚啊的声音，所以这也是我们台湾歌谣很有趣的一个地方。那既然它跟火车有关，所以我们就要用火车的音，用我们的乐器来创造火车的音响，然后给大家一个就是好像一个不断在行进坐火车会猛抗的那种感觉，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那这首《丢丢同乐会》，谢谢。
然这一首呢，就是我们用我们那个来自宜兰的丢丢党呢所做的一个改编的创作。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乐器。其实刚刚在台下，刚刚看到很多那个受到奖学金或者的同学学生们，其实我们已经都是毕业的那个，目前都在当老师了。然后听到很多学生，他们都说，要很荣幸得到这边的资源之后，他们之后都想要回到台湾，贡献自己的所学，贡献自己的所长，然后为台湾尽一份心力。其实我们听的呢，也是有相当大的感触，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的经历也都非常的有趣，非常不同。我呢，我是同根生的团长，我姓杨，我也姓杨，然后我叫志博。那我的乐器呢是笙，这个乐器呢是非常古老的乐器。那它其实大家有听过成语滥竽充数有没有？滥竽充数的竽呢，就在讲这个乐器，但是不是在讲我这个人，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样。好，那另外呢，就是我的乐器呢，它就是用竹子做的，它其实可以吹出很多不同的声音响，有点像管风琴的效果。那在我的左手边呢，是我们乐团唯一的一位女性，她叫做婉婷，请大家给大家来个热情的掌声。那婉婷的乐器呢，有两只，一只是柳琴，一只是中阮。那这个中阮呢，就远远的有点像我们的乐琴，但是乐琴是两条弦。那我们的中阮呢是四条弦，谢谢。好，那另外这柳琴比较小，就有像我们的乌克丽丽，所以我们两个乐器呢，在这个乐团里面比较特别，就是在传统的音乐里面比较容易常看到的。那在我的身后呢，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林乔，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林乔呢，他是我们台湾泰雅族的原住民，然后他在法国呢留学七年，学习爵士音乐，然后留学完成之后呢，他也是回到宜兰，从事跟我们一起组团，从事音乐的分享的工作。那在中间的贝斯手呢，是我们的浩宇。好，浩宇呢，他也是在德国留学了四年，学习这一个 cello 主修大提琴。那在我们乐团呢，他也会玩贝斯，然后很多不同的低音乐器都是他的掌上绝活。那在我们的最左边呢，就是我们的打击手，他叫做玉兴。好，小心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椅子呢，就是他的乐器木箱鼓。然后那个这一次其实很感激，因为我们其实跟徐会长说我们需要一个木箱鼓，但怕从台湾带过来太，就是我们行李会超载，就请他们想办法会帮我们借一个租一个，就学会长他们直接很阿莎莉，他们直接买了一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木箱鼓这样子。那我们这次来美国呢也收获很多，因为小新前面那颗非洲鼓也是我们在美国的 Guitar Center 买到，就在这边挖宝这样子。那其实小新他的主修呢，就是大家听到的戏曲锣鼓。他刚刚打了很多，像是在庙会里面或者是北馆的戏曲里面会听到的乐器，那这个就是他的强项。所以，我们乐团呢，大家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学程归来之后呢，决定就是在台湾，然后做贡献我们一点的所长，然后希望能够让大家，让全世界的不同的人呢，看到台湾音乐文化多元的一个样貌。接下来带来这首乐曲呢，相信各位在场的哥哥姐姐都有听过一个早期的台湾歌谣，叫做《农村曲》，对不对？掏好扎丢出门，那我们呢把它做一个改编，大家可以从这个乐曲里面呢听到农村，我们会用乐器来模仿在农村里面会听到动物的声音，所以就请大家一起来听听看，你们等一下会听到哪一些动物的声音，然后又是从哪一些乐器发生出来的，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农村日常》，谢谢。
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口诀，大家一定马上可以立刻学起来。老师可以给我一个 key 吗？好，我先唱给大家听哦，很简单，它就长这样子。三 ，Go。零为收纳，零为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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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为收纳，零为用。好，很简单。这个歌词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大家很珍惜现在的那个时光，我们相聚在一起。那如果你觉得歌词很难记，大家你们去用台语去想，你妹妹很俗辣，但是你没有。林威收啦，林威哟，可以吗？我们一起来唱一次好不好？我们试看看哦，三 ，Go。林威收啦，林威哟，林威收啦，林威哟，林威收啦，林威哟，林威收啦，林威哟。OK 吗？那我们等一下中间呢会 cue 大家，就请大家呢踊跃的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最后一首欢乐歌送给大家，也祝大家呢在美国，不管在美国，在身处在各地呢，都能够像这首歌一样开心，然后一样的欢乐。谢谢。
今天好听无？那你刚才参加哦，笑嗨嗨啦！来，我了吹到你安口就行了。来安口。最后一首呢要带来就是那个，因为今年刚好是农历的狗年，要祝大家呢都跟那个山顶的黑狗兄一样春风得意，所以最后一首呢就带来刷地的欧高呀，谢谢。你能不能再来？能听啊！老大，能不能抢啊？